掌声有请开始叫哈啦哇俾到必新年快乐你啲 fans 好有诚意喎暂时保管住先万事胜意多谢你啊新年快乐好开心喎即刻发个新年财先我帮你 keep 住再俾你经历大家见到我系代收嘅即系我有袋咁解嘅呢度嚟到我哋嘅第113届香港结婚节啦有咁多嘅观众 fans 们嚟到支持啦先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好嘛大家好好耐冇见啦我系 Hannah 谷子乔今日我开心叫大家系咪大家都成双成对啊唔係，我都唔係放心。唔係啊，其實司儀嘅作用就係同你喺度舞台上都叫做一雙一對咗嘅。係。咁但係咧，當然啦，嚟到啦好多我哋嘅婚嫁服務啦，今日嚟到會展呢一度啦，先問一問先，都要問一問啊。Hannah 知道你唱歌為重，但係如果講到甜蜜好 sweet 嘅 dream wedding， 每個女孩子心目中嘅夢幻婚禮，你嘅係點樣㗎？我諗咗好耐㗎啦，我細細個就諗㗎啦。真係啊！出生一個小公主嘅時候諗，有意識嗰陣時已經喺度諗。我結婚是怎樣要怎樣慶祝怎樣去做的我就不是那麼喜歡擺酒的其實反而、哦、即是傳統的即我都會影相的但是我會選擇、旅行結婚咯即我最希望是可以自己一路揸著車一路去不同的地方這樣那個是我最希望的一個叫什麼旅行結婚咁幾得意喎，因為其實好多即係我哋好傳統嘅中式擺酒，不過近年都好多娛樂圈嘅朋友們啦，都好中意海外結婚啊，即係可能甜蜜啲啊咁樣。但係頭先你講係揸住架車周圍去喎，你又唔係淨係嗰啲白色教堂嗰啲，咁、但係個實質嘅儀式會係冇一個喺個草原上啊，喺個公路上啊，定係點樣啊？我會 outdoor 咯，希望可以同埋希望係 buffet 嘅形式咯。哦 ，buffet 係最主要係大家可以想食邊嘢就食邊嘢，同埋你都可以食多啲。係啦，我唔想咁正規坐定定咁樣喺度食飯嗰種感覺咯，係啊。即係好 casual 啲嘅，可能一個 chill 啲嘅方式，大家可以好隨意地，大家成日玩嗰種輕鬆開心嗰種。係啦。啊，了解了解，即係有實計劃啊。咁但喺呢個嘅計劃成真之前啊，講翻啲近少少嘅計劃啦。歌唱方面喎，新嘅一年喎，今年有冇俾啲 fans 預告一下啲咩新嘅籌備一下，等佢哋準備定啊？一定有新歌，好快好快會有新歌，因為真係好耐冇出新歌啊。咁我知道佢哋都嬲到你睇下啲樣咁樣，嬲到爆咗。嬲得嚟都笑得幾燦爛嘅。好快有新歌準備背歌詞啦，我哋又要。哇！fans 們聽到有新歌嘅時候，你頭先嗰啲氣勢係點樣噶？中唔想期唔期待想聽新歌啊？期待。哇！咁啊，準備背歌詞啦，要聽話啦嚇。咁啊，嚟緊有新歌嘅安排啦。跟住又係新嘅一年新開始啦，有咁多嘅現場朋友啦，有冇啲祝福送俾大家新嘅一年？新一年梗係一個重新嘅開始啦，有之前有啲咩未做嘅、想做嘅，我覺得今年一定要做，冇藉口噶啦。咁啊，同埋祝大家身體健康啊，最緊要開開心心、甜甜蜜蜜。哇，好多好多嘅祝福啊！新年嘅新嘅開始啦，身體健康、開開心心。過年最緊要開心，最緊要好氣氛。今日嚟到會展呢度咧，最開心、好氣氛嘅，莫過於聽你分享之後，就要聽你唱歌啦。好，頭先見到佢哋啲 fans 咧打曬拍子嘅，再次準備定紅級數嘅掌聲加歡呼聲，我哋交個舞台俾 Hannah。多謝，送俾大家但願人長久，多謝。星辰光，我夜月星。
也想着。Hello， 你好吗？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好像不是很开心咁啊！嚟新年，好开心啊！新年有冇食好多嘢啊？有冇玩得好开心啊？吓、啊？好啊，多谢你都系，新年快乐。仲想唔想唱到呢一隻，定係想玩遊戲，直接跳去玩遊戲？好，送俾大家《終身美麗》，多謝。有冇聽過啊？呢首有啦啩，咁一齊唱啊！
未及你推背。因我自信，所以美丽，是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身世。Thank you， 多谢。俾多啲掌聲啊！我哋唱咗兩首好歌，觀眾個聽到笑呵呵 ，fans 又想嗌。